電視節目有好多種，不過唔一定肯電視睇。由三月開始，我哋會製作多個多元化嘅 live show， 務求滿足到唔同智商同埋唔同道德層次嘅觀眾，包括有充滿教育意義嘅。放隻手放椅上，即係打春袋嗰啲。師傅，既然你教咗我按摩法，我就教你空手道。打春袋咧點打呢？啲人個春袋係最脆弱，即係咧你要放鬆佢，呢度鬆咗咧，好柔韌咁彈落去。哎呀！直接去歌連神閣，亦都有娛樂性豐富嘅。你想我點稱呼你？通常都叫我道生。好，那我少少私人問題先。好好好。你同太太關係點？由幾多歲開始有智慧習慣？智慧黐須頻唔頻密啊？你嘅勃起狀態如何？個癖好又有少少奇怪。我即係專門揾嗰啲咧，即係比較，即係我驚有一日我會付諸行動，咁我咪撲街，係咪先？亦都有雅俗共賞嘅。會醫啊！你今日嚟見到我穿到咁鬼密實，但你咁樣叫做食㗎啦？冇著褲嘅，但係有著衫。識跳呢個鋪地，你咁樣巡個地下係咩玩法？一啲屌地下嘅。跟住個學生唔識做，跟住我話你就屌落個地下度就咁做。我當年拍屌女仔咧，我媽已經鬧我㗎啦。如果我再拍埋屌地下。杜汶澤呢 show 可能是全香港最好笑的呢 show， 試唔試埋啲油啊？試你老尾！你再叫我食，我一錘打死你！哇！點解咁耐先嚟啊？呢個人咁大個，冇理由唔係食多啲噶嘛！哇！我呢個全部係潤滑劑喎，勁喎，全部都係 WD-40 嚟㗎，都滿三週啊！老公買支 WD-40 翻嚟。La Verita, La Verita。我蒲你阿摩，你係咪潮州人啊？你知唔知蒲你阿摩點解啊？蒲你阿摩啊？